传球、哦。对，当时汤马士上篮完之后啊，也是比了一个赞，送给洪凯杰。火后啊，张宗宪。唐敏出来接球，对上张宗宪，拉单边两个人配合。这个换中线要打阿敏，两次运球之后直接拔起来，中距离跳投。阿敏整个人是算是压在了张宗宪的身上。那谁是周星驰啊？谁是对穿肠？我们换一个角度再来看一次，其实双方是在手部这边有一个纠缠啊。对对。但是低位要球的时候，勇士会顺势的变成一个区域联防。让第二线协防的是赛瑟夫，就增加了领哥单打的难度。张宗宪三分线急停跳球得手，这连续两次在常人的对决真的很好看啊！张宗宪再喷一个三分，那勇士就很难追分了。追一个三分球，这波要赶快出手。张宗宪三分球，时间终了，新北国王在主场新庄体育馆的开幕战，109-102击败了台北富邦勇士。Game over.